6个小时在路上，最后回来一身泥土，就非常的辛苦，也没有地方休息吃东西，很急很急，就感觉在这边，我觉得它的环境会很好，不知道什么样子呢。头饰还是带花环的，这是另一个舞台。
Seeing me how others see me on my mind again. I hope I don't find offense. We're people's versions of what opposite. Now where people kind of am. I'm slowly learning most people get me, but get side effects. Small percentage of those repelled by all that I project. But that's just life, I guess. Can't wait no more, I just fight the pain. I'm rolling that dice again. I roll the fucking with your pussy.可以自己染布，哎呦，打住了，哇，哇，好厉害哦！哇，好漂亮哦！这边有一个游戏，就是要套酒瓶，套一个什么圈，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积蓄，是还买不到的，好酷哦！是什么游戏呢？
渴了，他们应该是机器倒出来的。那些志愿者就非常的热，然后又那个顶盖就非常的耗时间，然后也耗人力。但是阵容和演出还是很不错的，他们会太辛苦了，这样我们也辛苦，大家也辛苦。然后，好可爱，有很多小 baby 一点点大，然后戴了一个耳机在那边给他们一起抖。好可爱哦！我们进门的那个卡还是可以刷钱在里面的，是我们打支付宝进给他，然后就把那个钱转到这里面，我们要买饮料啊什么的，他就不用找零了，他就 B 一下就好了。一个腊肉肠芝士，买了一杯橙汁和纯的啊 ，no no no， 猪肉夹饼，48。别的地方一起玩哟，微博、B 站、Instagram 关注我的下次更新吧 ，Love you， bye。